这个才8毛钱，是这个藕片，这个是虎皮蛋饺，9毛钱，这个可能是全场最便宜的了，这是7毛钱。劲仔的手撕素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喵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去一家花几毛钱就能卖零食的宝藏小店。那随着就是失业、减薪、裁员的发生呢，越来越多的人的钱包也是越来越扁。怎么省钱呢？成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。很多人我知道，包括我在内啊，现在就会选择去折扣店买一些零食啊，生活用品啊，从而省钱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带大家去一家现在是上海最大然后最火的宝藏折扣店，叫好特卖，看一下到底能省多少钱。 Let's go， 到这家店啦，好特卖。先看一下它这个饮料区，琳琅满目，各种饮料。大家看一下，我找一个价格比较便宜的，最便宜的话应该1块钱就可以买一瓶东西喝了，真的比市场外面的市场的价格要低很多。看一下啊，就比如说这种苏打水，它是1.5块的，然后外面是卖3块钱，就等于说买一瓶就省下了1.5块。哇，我还找到一个更便宜的，9毛钱乳酸菌饮料，这以前是卖1.5块的，草莓味，看上去也不错。那这里呢，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大品牌，就比如说它有卖这种日本进口的饮料，还有甚至星巴克啊，这种星巴克这样一瓶的话是6.5块，在外面卖的话是10块钱，就等于说买一瓶就节约了差不多3.5块这样。这个是2.9块，然后我刚刚拿了2瓶，是本来是7块钱的。这边的话是有它一个卖酒的区，然后这边的酒全都是我之前看全都是进口的，然后价格特别便宜。就比如说这种干红葡萄酒，就30几块钱一瓶哦。然后这个原来是128的，我看看是哪里的 ，France， 这个是法国出产的。我对红酒不是很懂，但是我觉得这边价格真的是有点心动。圈这个酒不仅有红酒，这边还有这种黄酒啊烈酒都有。哇，这个百利看上去很不错哎，百利浓情巧克力味，这种应该也是原产的，爱尔兰原产的。然后这个是卖89块，原来是100，这个是105吗？反正这样一瓶90块钱也不贵。这边还有卖一些盲盒啊和小朋友的玩具，价格也是特别的便宜，至少比市场价要便宜很多。就比如说这种小车车，外面卖是50块钱，他这边卖16块钱。我之前在他这边买过这种面包，也很好吃。你看这种鸡蛋仔才3块多一包，原价是6块多。还有这个哦，这个也很好吃，小白心里软。本来是8块的，现在卖4块钱。还有琳琅满目的零食，我之前经常会买这个，这个是海绵宝宝联名的雪若，然后这样一包是8.6块，原价是25块钱的。这包也很好吃，有两个味道，草莓和蜜瓜的。这里说一下，其实这家店最早是做这种临期产品店，就是很多快过期的产品，然后他家卖的特别的便宜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因为他卖的品种越来越多，所以说不可能所有的都是临期的，有一些也是非常新鲜的日期，但是也是非常便宜和划算的。
这个超级划算的 Oatly， 就是现在是特别火的燕麦奶，6.9一瓶，他说他原价9.9，他其实不止，他的原价应该是20多块钱一瓶的，但这个就是07了，这个10月份就过期了。这边有很多零食，来看一下，兜一圈兜一圈。这个话梅桃条，它现在做的很大，都会跟一些品牌做联名。然后这个的话是3块一包，原来是4块钱，没有便宜很多，但是感觉不错。它除了这些零食啊，它这边还卖很多日用产品，大家看一下，各种化妆品啊、护肤品啊都有，很多都是进口的。价格也很便宜了，就我们看看啊，这边洗面奶的话，我感觉这个之前还挺火的，这个 All Clear Double W， 洗面奶这个是22块，然后市场价是59块钱，所以在这边买这种护肤品啊、化妆品也是可以有很大的折扣。还有很多很多面膜，而且都是进口的，比如说这种，哎，这个面膜感觉之前看到过啊，29块钱，然后外面是100块钱。我现在要来找一下这家店里面最便宜的零食，多少钱可以买到？我之前记得有几毛钱，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物价飞涨、通胀了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哦，这个可能是最便宜的。这个才8毛钱，是这个藕片，芦藕片这样一袋，就这个8毛钱的藕片目前是最便宜的。我再找一下还有没有比这个便宜的零食。这边有很多零食，然后都是这种什么劲仔小鱼啊，适合深夜吃的那种，五谷鸭掌啊，味道都不错，我试过它其中很多的这种零食，然后价格也特别便宜。哎，就比如说它这个劲仔鹌鹑蛋，这个超级好吃的，然后5块钱，这外面是5.6，买一包。然后如果你不喜欢烧饭的话，可以在这边买这种即食的自嗨锅。价格也很便宜啊，这种自嗨锅多少钱一个？9块钱一个，其实比外面吃饭要便宜很多。但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吃。我找到两个超级便宜的零食，这个是虎皮蛋饺，9毛钱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鸡排啊，黑鸭味鸡排，这个是1块钱，哇，这个可能是全场最便宜的，这是7毛钱。劲仔的手撕酥五肉，7毛钱我才。然后它这边是卖各种饼干的一个区域，然后很多的都是这种进口的饼干，然后价格也特别的便宜。我刚看到有一个只要8毛钱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在这边，对，这个是 Crispy Joy， 才8毛钱呢。是1.5，看一下，我决定试一下这个。我刚刚有说我来的这家店呢是上海最大的一家店，那这家店是这家店好特卖在上海最大的一家店，所以它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冷冻区，在其他店是没有的，所以说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一排全都是冷冻商品，还有冰激凌。这边有跌落神坛的中雪糕，现在才，哇，好便宜啊，8块钱一份啊，原价是14块。给大家看看有什么冷冻的产品，然后它这边冷冻产品也是很便宜的，哇，香煎鸡排。2.5毛钱，之前是15块钱的，牛排，
花椒鸡、佛跳墙、冷冻的小笼包、水饺。哦，我觉得之前看到很有趣，他家有卖 Beyond Meat， 然后卖的特别便宜，10块9，人家是24块的植物汉堡。各种冷冻的食品，价格也非常的优惠。刚看到有人就是拿了10几包这种水饺。然后最可爱的是这边还卖一些猫粮、狗粮和宠物用品。不知道各位铲屎官觉得这边的物价如何？它这种宠物零食也就3块多一包，很便宜，3块5，人家是9块9的，看上去特别可爱。但我家没有猫猫，否则我就买一个给它吃了。那我今天这边好特卖就逛的差不多了，大家觉得这边东西是不是特别的便宜，然后能省下特别多的钱呢？然后你有空来的话，可以逛一下哦。拜拜。